啊，讲拄爱吼，你阵个，哎，当个讲，提名你阵个讲世代交替，结果呢，陈唐山要出来，陈唐山伫个台南县做过两届县长，实际上是全国第一名。伊一个人我爱讲话，一个人我爱做真侪瞎掰代志，但是伊做代志足有肯定，好台湾。这个台南县的这个官民会当作肯定的，谢东庆就讲世代交替，谢东庆的凤梨哥的派系，就要打入台南县阿扁的故乡里面。结果呢，小英嘛同意，小英嘛过来甲提名。结果加在讲马英九吼，啊甲一寡政客、苏焕智、甲柯建铮。如果伊若合并落了后，伊就有机会人要阁选县长、市长，啊，就机会甲通过两合并，啊，嘛叫也好啊。所以讲，许家在李俊杰无出来选，李俊杰若出来选，啊，陈唐山就出来选，一定陈唐山提名，啊，出来有咩人，都袂落台。所以讲，马英九就。来同意这合并，吼，已经提名到李俊杰啊，叫我合并了，再我重新提名。所以讲，还佫这个代志，还佫一个周边的故事。这个赖清德，我咧做主委，伊咧甲我讲，啊，叫我去甲演讲要初选，伊讲吼，拜托的，加斗三工，我要初选演讲。讲袂使啊，用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老人卖选，哦，陈唐山卖选，做过两届县市长也卖袂使选，啊，党员免投票。我讲拜托，啊，我只老要阁选连任的主委，啊，你叫我去演讲，我甲你现场个主持准备，对无？我讲这阿婆先甲家准备，阿公做过两届的这个关系，你有卖错？我去得是柯建铮、甲苏焕智、啊甲杨秋生，杨秋生嘛是做过两届的县长啊，啊，这三个拢甲我袂歹的，啊，我拢去得是。啊，我拢去支持你啊！啊，我党员卖闽南党员，干那个全部民调。我做的台北市东部主委，会使讲首都的主委呢。啊，我的党员拢卖投票，啊，党员拢怎样？啊，我要哪去党员交代？所以讲，我讲歹势，我替你演讲，替你徛台不要紧，但是我也是讲，无论你一个足清廉。诶，一个人才，我袂使去，互你别个讲，有要讲啥就讲啥。所以讲，我不爱去演讲，不爱去徛台。这就是讲，咱人做代志，袂使违背了咱的良心，才是重要。这就是讲，真侪过程，啊，甲蔡英文，蔡英文伫个阮全国开会的时阵。伊咧讲，甲做全国主委开会时，伊讲你袂使讲阿扁也无做，我直接甲顿倒。我讲是安怎袂使讲阿扁也无做？啊，你是读法律的还是？你是读法律的？啊，你知影司法会停诉啊？毋知道？我就先甲辩。我讲个法律是三审定谳。三审那个定谳的时阵是无罪推定，啊！你做一个在野党的一个主席，你相当也是法律地位较高的人，啊！你哪会使讲这话？会使叫我全国的一个主席，袂使讲阿扁也无罪，一款智慧。所以讲，伊这人
会使讲真济，敢若讲，大家社会，大家拢压到一寡党的系统，讲一个党拢来支持。当然，敢若考证配不简单嘞。当然，你动算、初算会过，我嘛甲肯定。但是呢，一个人的理念一定要跳一下，伊嘛是阿扁一手甲你牵起來，啊你今仔日会使为几多？阿扁啊，即款情形，好，啊今仔日做难得的，会当讲一只，甲大家报告一寡咱未来台湾的路线，啊甲咱未来台湾这个土地会当去共同发展。希望讲大家认真来做一个基层的组织，互相基层，大家下当的讲，对台湾这个土地未来的走向，家家孙孙要安怎生存在这个土地，这来困大家共同来拍拼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去，来。